台湾省慈恩爱心慈善会分行分会是由一群善心善德的人所组成，因长期投入社会公益。为了关怀弱势家庭，慈恩爱心慈善会分行分会在一号举办寒冬送暖冬令救济活动，分送物资给分行乡100户弱势家庭，在过年之前，让因感受到社会关怀。有各种生活物资，拢是要送给分行乡的弱势家庭。发起这项活动的是台湾省慈恩爱心慈善会分行分会，因是由一群善心善德的人士所组成，长期投入社会慰问的活动。在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家庭的生活更加艰苦，所以慈恩爱心慈善会分行分会特别结合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在分行乡的好汉将军庙举办冬令慰问的活动。台湾省慈恩慈善会分院分会，每年一次的冬令救济。就帮助我们乡里100户的中低收入户，跟单亲家庭、弱势家庭，感谢各界的支持。我们的慈恩慈善会我们分院分会呢，在我们的张金耀的理事长的领导之下呢，我们每一年都会来帮助这些关怀户。那今年呢，就是一样有100户。然后今年非常特别，就是我们的许元龙，我们的副议长，他特别的捐赠了我们这个弱势团体呢，有那个温暖的被可以盖着温暖的被。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过年也是希望说，我们这些弱势团体呢，可以有个好过年。这个慰问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出钱出力，让分行乡的弱势家庭会当得到关怀和慰问。这个所在上偏僻的所在需要人关心。我看话，即摆艰苦人是足多啦吼，若做会到，大家来，甲这个弱势家庭，甲伊帮忙一下，安尼，让伊过年较好过年安尼，我是感觉呢。因为分行乡上亲人士很多，因为可是要有一个领头羊，那刚好我们张金耀叔叔呢很有这个发起心，带领我们大家来做这个一年一度的慈善关怀。因为分行乡其实我们中低收入户也有需要我们相当多各界去关怀的地方，因为他们生活很困难很艰难，需要大家去帮忙啊，不只是金钱或者是物质上或者是行动上都需要大家的去帮助，然后很感谢大家对这次的付出与关怀啦。因为我们本身大部分人都是分园人，然后只是我们是在南投县的政府立案的，然后现在就是也配合进教会长他好几年了，只要社会有需要，社区有需要，我们三位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忙。每一年吼，拢有做这个活动吼，关怀弱势啊，冬令救济啦吼，伫阮分乡吼，代表会大家拢全力支持啊，即个村长啦，好啊，也是拢即个社会人士，拢真踊跃热心吼，来帮助即个较艰苦的人。对吼，咱个公司吼，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吼，即马景气嘛无真好吼，会当吼帮助佫较侪人来提升即个生活品质。吼，嘛借着即个爱心，慈恩的爱心慈善会吼，来推动即个慈善的工作吼，非常欢喜，代表百胜体育龙来参加即个慈善活动。那我们全家便利商店秉持了我们企业的一个人机几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很好的物资，要来赠送给我们这个分连乡的弱势家庭，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再能够把很多人的爱心汇集起来，然后帮助应该帮助的人。这样帮助人是快乐基本，不是考核，是爱行动。除了感谢乡亲无予人知影善心团体人士以外，佮佮期待福田来善心经济会当成长，用爱分享，大家做回来。新庄海新闻北边林分行采访报道。